大家有介意无数这把数无，所以爱加咱订阅、点赞、分享 ，Yeah， check it out。虾店对面拢有虾仁呢，而且有啥物拢销南方哈。哎，你好，你是来做泥婆呀？我家无咧做泥婆，你也要找人来吼，你就爱去三峡历史博物馆，去呀，去呀，就是专门咧泥婆。哦，去厦门就会使吼。去厦门就会使。好好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。嘿，这东西染染吗？嘿，这东西染染，拢是家己染的。啊，为什么白白东西那是个啊？有这样子变化哈？因为做的方法不同款，这有用吉林手啊白的，好，啊，搁有用天的，啊嘛有用蜡，蜡，嘿，用蜡去做防染。啊，我会使试看卖无？会使啊，会使啊。想要做看卖嘞？好啊，嘿，咱来一边，教室一边，好，行。你即马即个时阵，你用个家己包青菜一下，所在幼起来，好，啊家己小幼者，啊再用金绳啊家己绑起来，直接绑吗？嘿，直接绑。啊，你看是要绑钢，金绳啊绑钢一个围，好，你出来就是一个一颗一个圆圈圈，啊你买西头剪一个后边来个尖，好，安尼看啊绑起来，啊即安尼就两种度，哦，好，爱绑好安，啊你用个自由绑，看你爱哪绑拢会使。我们这常常拢有迄种大人带囡仔来，啊，学校老师嘛安排讲，诶，囡仔来了解咧，即个三甲即个有即个泥布即个产业。无怪我头拄仔伫咧老家时阵有看到迄足济迄房啊，泥房对无？泥房诶，扛房拢平，暗个无人做。嘿啊，为虾米拢怎啊拢无？因为这古早是因为化学咧发明了，无人要搁做这個，因为这就。辛苦，我拢是20年前开始，大家斗阵开始学，搁识个册一寡历史，啊问一寡老伙仔吼。为了咧延续这子孙吼，嘛是都要真济功夫吼。对啊，啊，我是希望讲，这项产业吼，这三甲卖长期，虽然是进前已经长七八十年无人做。不管安怎吼，囡仔若有印象，后盖多一个囡仔，家己迄做足大安尼嘛是足好个呀。无一定讲，哎，大家拢啊足熬个，无一定。嗯，系啊。老师，我嘛改问者吼，啊，这泥布啊，即会使用这白色个吗？还是白种型个使？啥物布拢会使，啊，毋过就是拢个袂使啦。剩个选棉个，啊个丝啊，丝啊，啊个麻。麻，嘿，麻布的，这拢会使，用个吸湿的，算讲自然的。本来这道本色伊毋是白的时阵，你就是染的时阵，伊就较会变较暗。哦。啊，你若像白的时阵，你若要做图的时阵，白色的甲蓝色的，较明显啊，足明显的。哦，安尼好啊。啊，安尼咱有准备去你那色。啊，我即马咧，先浸水，浸水，嘿，浸淡了后去吸，再去迄个泥布的时阵吸湿较紧，嘿，好啊，会使，啊，准好打，准好打，对，准愈打愈好，再去有食啦吼，中昼有食啊，拢食啊，拢食啊，拢食，食就多，因为爱用一点啊吧，嘿，好，安尼咱来这边泥布，这根就是你那边泥布的哦，这就是染料，嘿，这个染料哈。啊！你看伊这有一点啊，清新啊，有啥物新？对啊，清新了，伊接触有空气了，再变蓝色。啊，因为这你讲内底拢炸伊咯，拢有掺糖加烧酒。嗯。嘿，啊伊爱发加过。嘿。我无怪有这个味。啊，对我来讲，拢是咱台湾的迄落啥皮蛋。哦。啊，囡仔拢讲海皮的味。嘿。个幼茎拢个天葵，对对，安尼迄个你就熟。啥物拢看无啊？对，看无袂啊，看用你的感觉袂使。好，啊你看哦，即卖是有小可改变颜色啊，对无？系啊。啊你即卖吼，这右镜的所在爱甲人通，伊就足紧就变颜色。啊你准愈打，伊变蓝就愈紧。啊你呐，迄种水足济，伊变蓝的时间就足久的。
爱等候伊打嘛。嘿，对。啊，你话讲做做只一工，还是爱做偌长时间？这一工可能至少差不多爱七八斤公斤的力量。老师啊，我这要用几摆啊？我一般哈，加油客讲上无拢爱三届。三届哦。嘿，通无。啊，我用较侪届，啊会变阁较难吗？啊，咱台语有一句话叫做“一块白白布，你敢乌”。啊，这会变乌。这个一块白白布，你敢乌，就是你这个动作，哎，你才要二十届以上，伊就会变乌。伊你一届，伊是要加深一届。啊，这安尼就用我打就好。用我打就好。好，你开始改啊。这样就可以哈。会使啊，了后你就把一年衫拢拆掉，你的作品就造出来。好。这先记呢。对啊，这就好算伫遮。嘿啊。古早是生活拢。大家的衫穿派穿布匹，啊是褪色都提起，搁去补呢。啊，即穿这种色的，你若去山顶做事的时阵，迄会背迄种糖啊啥嘛，较袂滑，伊有迄个效果的啦。哎，足神奇哦！嘿，哇，安尼就好啊吼。嘿，你看你即个变有两颜色嘛？嘿啊，啊你即个发冰豆粿啊？哎呀，老师啊，啊你头拄仔讲迄泥料啊，内底迄个叶啊，是位倒一半的啊？你去找迄个王先生，伊可能即马在山顶挽叶啊。王先生，嘿，伊专门在挽那叶啊的吗？对对对，嘿。好，我去找伊问看卖。嘿，好，谢谢。我要找你婆的叶啊，一定要走深山吗？哎，大哥你好，啊，下面遇到是王大哥吗？嘿，嘿。哎，咱该请教讲，哎，倒一个是咧做泥巴的原料哈？我正阿咧挂这就是啊。啊，啊，这要安怎挂哈？拢处理的这个些叶啊哈。嘿，叶啊。啊，都它韧质的部分吸收啊，啊，你下骹这个已经较老的这个卖。嘿。未使个单性啥个？啊，那是啥？啊，那就是要泥巴的单性啥？啊，那不是较老的？无啦，这叶啊拢无变。这是哦。只要卖黄就好啊。哦。我讲的是迄鸡骨啦，爱用的爱用这啥，用这支去夹这個。哦，搞过。搞过，袂使用手去换。哦。因为顶管会抓，迄就是爱阮切尾仔会停喺顶管。哦。哎，安尼。哦，你挂足紧嘞。啊，无紧要食饭。是啊、哦，你就专专靠做这啊吼、哦。对啊，这一年甲做四五个月尔啦，到新年五月才开始。伊遐大丛来啊吼，以后啊大丛啊，咱就撮好伊啊，啊来挂。那新苗草九月底十月初，阵啊会使，十月也会使烂。啊，再来伊就开花啊，伊个色素就少去啊。开花就袂使用啊吼。哎，就。你是介啊？你摆偌济啊？才会够啊？好一工哦。嘿啊。你要赚工钱，一工最少嘛要搬个三十公斤。三十公斤哦？你家一个人搬吗？一个人要搬三十公斤，哪有通好食啊？哎呀，阿你阿蛮想笑，蛮想笑当做运动啦。哦，像阿那台湾可能带腰啊咧慢咧，应该可能真少啊吼。应该讲我一个吧，到山底安尼可能真个人较无爱。早期咧清朝时代吼，咱台湾是真上悬一年要再烧到二十万公斤左右诶，所以讲规个北部山顶啊，你像你讲边溪啦、十分啊啦。水风啦，吼，阳明山啦，啊，都甚至边啦迄边，但这三甲即个咯，应该拢有啊。因为这叶啊，一般来讲，到九公斤啊，出一公斤。用较足大的呢。一公斤的迄款染料的，染泥了对啊。三十公斤也太重了。对啊，一个人扛太累了。对啊。做，才会使变成迄会当用的迄种泥料啊。咱慢炖下了吼，来个浸水啊。你个水若讲有差不多要我三十度，伊加差一工就会使啊。啊，咱一工浸完了，咱就来比我提起，这会使做肥料啊。哎，提去山顶。所以讲，阮就即用这水吼。这色素拢伫内底啊，蓝靛素也拢伫内底啊。这个加石灰入去。啊，这条有算作浸泡了吗？
诶，这照你讲，应该就再加浸一滴啊，这色素内底都袂少。诶，安怎看哈？你来看哈，对吧？嘿，这是不是出侪物件？嘿，无出来，色素拢无出来，对吧？啊，今朝会透光才会使吼。哦，啊，伊色素少融化，融出来。嘿，啊，就这有的，像有的都没有。啊，无会安怎算啊？啊，加浸一滴。该进去啊？哦，好吧。因为退休以后，然后就夫妻一起。你本来就卖菜了。啊，来来，无卖啊。来一道啥工哦？跟他一起做，因为有理想爱啊，是啊。他像感觉。哈哈哈。啊，你拢伫山顶内底做代志吼，安尼有拄有啥物较危险的代志吗？有特别经验吗？我拄仔开始十几年要做，差不多年，面拢青青。啊？为什么？蚊仔叮啊！啊！结果差不多四五年前迄阵叮，拢袂啥来甲你叮，较袂来叮，体质改变，在山上是完全没有信号的。嘿啊！采光一个爬练道，就是特技演员来表演都没有这么完美，超瓦关的，反正差两站半有啦。怎样？那个扯落来赶快。然后有去碰到旁边这边脚刚好有点血这样而已，所以做事情做事啊，不能太急太慌了。今下他爱六点钟过了哈，那盖比重较重的吼，伊就开始顶了。嗯，顶完这顶叫青黛。青黛。青黛是做什么用的？会使食做药啊，食清热解毒。萨尔斯就知啦。嗯。迄阵人咧食板蓝根，就是咧食这啦。哦，就是这哦。你去中药房该买清代就有啊。他就讲就是这泡沫。就是顶完这点。哦，我是讲你讲的啥物清代是用来伪装的。对吼，清代以前咱对。是吗？古早时代你打色的，就是爱用这。啊是哦。你加这两样，无其他的色，然后你用。哦，有是哦。对对对。哦，原来吼，阮做这蓝染的蓝泥啊，要经过再济工序，才会当完成。啊，搁阮挽的叶啊，挽了百几啊斤，做出来就十趴尔，真正真珍贵啦。虾米，弄到甲安尼啊？咱无输一摆生 YouTube， 你还袂起赞分享，还搁订阅，好歹路啊啦！小铃铛甲拍开。